兄弟们，阿索今天首次给你们更新一下新款的16 Pro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台，这台是未激活的机器啊，成色就不用看了，全新未激活的。这个是一个开好一个双卡的，看这个开卡是不是跟国行的很吻合？这台是美版的卡介机，懂这个 ATT 的都清楚啊，需要配合卡介使用的。16 Pro 是新加了一个这个。拍摄一个暗电视的啊，外观不用看了啊，基本上新机来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这个的话是一个创嘛，然后都可以查询得到的。未激活再导还有365圈的啊。像这个16 Pro 128G 的，现在市场行情最低14张啊，价格带卡2张就是56张，还有我们一个带闪啊，就是到的话就是也有18张。相对国行的话，它就是在差不多83，所以都是有一个23个差别，就看你会不会使用这个卡片机了，懂吧？卡片机的话也是很简单的，2分钟就可以教会你们啊。今天我们就分析一个16 Pro 118的一个行情，好吧？目前也是只有卡片机，那个无锁的话目前还是很少很少，好吧？如果想要新款，而且想要体验这个新款的一个功能就推荐入手吧。16 Pro 18的，好吧，这期就到这样了。想要什么机器可以打在评论区，下期见。